干嘛？啊？大南，你过来呀！干啥呀？跟我过去。嗯？跟我过去。你说啥？我没听明白。跟我过去啊。帮我过去。洗澡腿摔了。一点都不懂浪漫。我要不然就我也没干过那事儿。洗澡啊。嗯，洗澡。我别洗了，我洗也洗不干净了。那就不洗了，来上床睡觉。你先躺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怎么了？我呢，本打算不想在今天这个气氛把这个美好的氛围破坏了。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看着你这么高兴，这么幸福，我王大拿从内心高兴。我刚才搁这也喝了不少酒，我进屋的时候我发现有个蛋糕，完我又看卡片，想要生日快乐。我也换一身衣服，你看我还扎围脖。后来我觉得特别内疚，我原来以为你自己买个蛋糕，让我陪你过生日，结果你以为这蛋糕是我给你买的。我不能不告诉你，我为啥把生日陪你过完了呢？就是我不能破坏你心情，但是我后悔，我这个笨人，这蛋糕我为什么一口都没吃啊？我觉得我不配吃这个蛋糕，这蛋糕不是我买的，这。这蛋糕哪来的？不可能啊！大拿，你别跟我开玩笑，不是你送的，还能谁送的呀？你还以为是我送的吗？你看我吃一口了吗？因为我觉得我不配吃这口蛋糕。我现在我一直在想，这蛋糕谁送的？这怎么谁那么了解你，知道你的生日，看他给你送个蛋糕，抢前我一步。我有点发懵啊，就你能不能，这是哪方面来的这蛋糕啊？能不能那么清楚记住你生日的人能给你送蛋糕啊？不可能，你别逗我，大拿，你看你跟我开什么玩笑，我都当真了。不，这蛋糕是我买，我就出门就死了。你别这么说话。真不是，我没逗你啊，我没吃啊。我喝多了，小燕，我如果这个蛋糕是我买的，我多幸福！你洗的这么漂亮，又奖赏我，我不配这奖励。慢慢来，蛋糕这人来了，人家应该中奖。怎么他这样呢？那你刚才你怎么不跟我说呀？刚才你整乐辣的都敞上了，我咋说？我就得陪你养完这心，咱俩分析分析这蛋糕哪来的？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给你送个蛋糕？这件事情应该我做，但是我太粗心大意了。我不怪你，大拿。
不管蛋糕是不是你送的，这蛋糕我都当成是你送的。你那不行啊，那不是我送的就出岔头了，这事你当我的行吗？慢慢有人跟你通话了，你记着蛋糕没啊？你快乐不啊？我咋整？我快乐吗？我快乐起来了吗？杨小燕同志啊，我站啥当快乐呀？你别着急，是不是秋哥他们故意给咱俩的惊喜呢？你给打个电话看看，那有可能。你别着急，是他，你别对我有看法啊！我心里我确实接受不了，就出了个蛋糕。嗯。喂，妈，有事儿吗？你最近和王叔怎么样啊？啊，好，你王叔都挺好，妈也挺好。那秋哥最近你也挺好吧？啊，我挺好的，我都找到工作了，还准备休息的时候去看你和王叔呢。你妈过生日你不知道？秋哥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呀，妈，今天是不是你生日啊？哎呀，对不起啊妈，你看我这女儿当了，我把你生日给忘了，等有机会我给你补上好不好？是不是啊？那就这样吧，秋哥，妈不说了啊。别着急啊，丹丹，别哭啊，你干啥呀你啊？谁呀？